常高兴这个能够来到这里，因为这个，那么我这里看到，把我这个来宾介绍，我就讲讲来宾介绍上面的这是什么事情。第一个呢，就 chair of 这个 Vision New America Foundation， 这个是22年前，我们几个在这个西谷的话，还有就觉得有需要把这个华人的子女来融入当地的社会，希望在当地的社会里面能够做将来的领袖，我们为他的服务。所以 Vision America 呢，这个从第二城市慢慢开始，到今年已经有我们大概是28到30个城市里面20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派到他们到民选议员里面，那地方的政府的市长是跟地方的那个国会议员、州议员等等的去实习，希望呢凭着这个关系可以跟地方政府的官员对我们华人的整个社团里面大家互相有互通，互相有了解，有大家的信任之后，就变成一个强壮的这个一个社区。也是这样的话，在任何的地方，我们所说的，等一下所说的这个 civil leadership 的这个情形呢，是怎样？是社区里边不单只是我们能够接受到这个应得的权益，但是呢，我们也能够有同样参与影响的跟贡献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做的。因为怎么样，这样的话呢，就是才有比较好的社区，才有比较好的城市，才有比较好的国家。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讲到这个思源计划，这个介绍我的。资源计划呢是2000年构想，2001年第一个届，现在呢在北京清华是第19届了。在这个里边一直到第九届的时候，我们就参与给这个人民大学参与，就再过了一两年，就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到最后呢是中山大学。到了四个学校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个我的资源也差不多了。所以呢，在过去每年大概收200个学生，6个学校加起来，那么同时有一年级到这个4年级的学生呢，同时在学校有800个，每年毕业200个，那现在累计起来已经差不多1000人了。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呢，我也很高兴。那么也很高兴同学们呢也有机会，最近我看到这个你们写精油，里面很丰富，我是很羡慕，希望也是在里面。但是这个是这样子的交流，大家互相做朋友，是觉得是个很宝贵的事情。那每次这个但是在中国叫启动仪式，这里叫子月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都通常好羡慕同学们呢。我是说，单单就是说在学校是同学已经是很宝贵了。假如说是同学能够在这个从开始一直到这个毕业，大家密切的一起做事情，在不同领域上面互相交流，能够做到可能是你们一生最好的朋友，这个是我很羡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真的要把握这份的友谊，而且一起做这个事情。那么这是我来这个昨天我真的很幸运，那么参加了火腿啊这个几个项目的这个参观。那么在这个参观里边呢，我真的觉得又一次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么呢，我就把几样事情连起来。那么我自己想这个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这
这个人是要不停的学习，人要能够真正能够把学习能够吸收到自己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等于思源的那计划里面，就是有那个有六个字的口号，就是第一个是受助，第二个叫自助，第三个就是助人。那么呢，最近呢，我又这个听了一个叫黎飞女士的一个演讲，她就是说，做人生的过去，你要有那个自私的力量，你要有那个决策的力量，你要有执行的力量，你要反省的力量，等等的讲了一堆。但是呢，我从里面就挑她跟我里面我所听到的几句话，那跟这个受助、自助跟助人，我想把试试看，我能把它连起来。是受助的事情呢、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你们每个人可能都是重点的学校，非常优异，能够进到这个清华。已经大家都说哇，这个很了不起的，你自己也觉得我很优秀。但是呢，我们这个学习是不停的循环的。假如说你不虚心下来，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你可能你讲什么嘛，我已经懂了。所以呢，我为什么受助？受助就是说你必须要虚心下来，你觉得你这个容量是有地方是空的，要承认你有地方是空的，你就能够被受助。那么呢，很多人是觉得他样样都知道，他买的时候啊，就是在知识上面，这是我的第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做的，跟我们出来的时候我是买了嘛，其实他真的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以为是他根本，他只是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开始了，有人就把那个观念，导师们自己观念，是你就知道，哎呀，这进一步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不知道，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到知道自己不知道。也是有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呢？你在受助。好了，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啊，你要自助。你这个自助的过程，你要觉得自己真的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要加强你自己，把你里边的一部分是别人告诉你的。你的这个容量，你就得空的，别人把那水就放进来一点。你自己自助的时候，你自己把去找水源，要把你的容量再加一点。那么到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要努力学习。那么到你再进一步的时候，就很。高兴，你知道，你自己知道，在这个地步的时候，在这知识上面的学习啊，那就知道自己知道，那你就吸到你的心里面去。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循环的事情，好像我这个，比方过了70岁，但是我这个那天去活水啊，哇，我听到多东西。哇，好起劲的！我说我今天又学到新东西了，但是呢，我回去还全景啊，我怎么这么兴奋？因为怎么样呢？我过去同样的事情就做过了好几次，那我就想到，在学习中更高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但是你呢忘记掉，就是说你还是希望虚心的学习更多。在那个时候你就忘记你已经知道，所以
这个不知道自己也知道啊，这个是我想啊，这个是更使人就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样呢？你还是已经做过很多事，但是呢，你在碰上这新鲜的时候啊，你就忘记掉你已经知道，所以呢，你就那一天你所感动的事情就变成很新鲜啊。这个我是人生能够走到这个地步，我就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就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也是非常这个陈毅达他这个准备的这样的事情，我也非常这感谢这个政治改革我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就是说不断的学习之后呢，要知道自己怎么样。所以我刚刚这个今天我们在谈这个事情呢，我跟这个我们导师钱导师啊，跟这个吴老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讲到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钱老师说啊，假如说你没有桶水，你怎么可以给水人家？所以你说容量啊，我是个杯子，我通常这个杯子来计算。但是我是希望你们在将来啊，你这个容量自得有空的时候，你的容量越来越大，到将来是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桶水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把你桶水分给大家，那个就助人的一个开始。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我已经剩下可能不是很多年，你们的这个剩下的年比我多很多年，所以呢，这个我就很兴奋你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你们这不断的把你们的杯子变成一个壶，将来变成一个桶的时候，我就是你们就是不断的要追求的这个事情。那么立德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它名字起得太好了。因为怎么样呢？这两天啊，前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这个政策朋友，我跟着他这个几个朋友就讲怎么样做。我们做很多事情啊，一个就是说有公司，一个是 for profit 的公司，为利润的公司。另外呢，有一个这个叫共益，就坚毅，这个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 for benefit 的公司，是要造益。我们就是要造孽。那么后来呢，又回想起来，应该更好的名字是什么？就是 sustainable。 我们一直就提 sustainable。 什么叫 sustainable？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地球，在这个宇宙里面是个很小的地球村而已。这个地球村我是觉得在最近的这个在开始的这个人类文化，这个从这个非洲出来，这个在6万年、7万年的这段时间呢，世界上的资源走了这么多万年，在过去的100年呢，我们所制造的破坏可能是那几万年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要是说？Sustainable 是不是我们的子女，我们将来的后代，是不是还有能够享受我们过去的一百年这么奢侈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深思这个事情？那么呢，立德，我想跟这个资源有一个大家共同点，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社会责任要有强烈的感觉。你没有这个强烈感觉，你这个觉得不是一个很紧固的时候，你怎么去改变？现在也真的是火烧眉头一样，很紧张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你们将来就是说有强烈社会感，那么呢，要领导我们要做一个 sustainable 的一个社会的时候，你们是将来。我们这个宝岛，这个国家的，你要所做的是领导。
对，我是觉得讲起来很简单，其实一个结果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同学们，这个不是你的意，就是一个利的情况，就是全是个全民的问题。一百年破坏了这么多几万年的文化，我们要延续下去，这个社会企业等等，我们就追求 sustainable， 所以这个我们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呢，比方说我这个年纪这样，再过几年就走不动，那么呢，我最羡慕就是说你们有了青春，有这个青春尽量发挥这个青春，也是我想把在座很多人的大家的期望。那么呢，我今天看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你们给了我这个书，我顺便呢讲一个事情，就是翻到这个朱伟人上面呢，有一排字，这个把你们的这个三者抢过去。你们起来，为什么呢？你们起来，每一个人在一起的话，你们聚起来啊，那个热情跟热气可以形成一团。所以这里边呢，但是将来你们会分开，但是你们分开的时候，你们每一个都是一颗心，在外面制造更多的火。你们在这个时候更增加更多的火的时候啊，我是觉得我们将来有希望。所以我看到你们呢，就是说我就看到每个人的作品这么多啊，我心里边就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环境。但我看到你，我就是说我的寄望就是说，你是我们的将来，你们都是将来社会里边的主导。你们这散去变成满天星的时候，每一颗星又变成一团火，再散成满天星的时候，就变成你们是领军人物。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我是真正是很幸运，今天我看到你们，我看到你们是。